买水饺那个咖喱啊？你呢？你先，你做吗？今天叫什么名字啊？我是，我91年的对吧？我刚好30岁。那你呢？我27。 朱安门，朱安门，我是朱安门，朱安门，朱安门，有一点杨小春，你是杨小春，朱安门，朱安门，朱安门，喂，有人安门铃哇？啊，有人安门铃哇？唔系吗？我嚟，我嚟，你咪来干嘛？吃饭，我们是节目组邀请我们来的吃饭。贵姓？姓杨。贵姓？姓朱。进来吧。我叫朱哈文，你不认识我？不要那么嚣张，不要那么嚣张。 那晚上有戴那个墨镜啊？哦，对，这个是我们最近怎么讲？朝夕，朝夕，对。这个，哎，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店长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杨小春啊，贵姓？姓杨，小姓。哦，OK，我姓朱，姓朱。哎，为什么晚上要戴黑眼镜啊？